各位贵宾、各位媒体界的朋友、女士、先生，大家午安。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商品 XPL G 跟 GL， 不光在那个记者会里面，平吉义夫先生他也谈了很多，像我们刚才广告片里面讲的感动、屏幕这一个主题，那等一下我们也会 touch upon。 所以在整个CES秀里面呢， Sony 确实得到了非常大的关注，只是我们的硬体要让消费者感动，还有我们强大的 ecosystem， 我们更多产品的连接，然后提供给消费者更多更简单，然后更好的一个使用的方便性。但是呢， Sony 集团更强化让手机呢可以很简单的跟所有的设备 来做连接，比如说在这次的 CES 秀里面，我们展示了你如何透过手机跟你的电视，放回家以后马上跟你的电视做 mirror cast， 把你的手机的影子投射到你的电视上面。我们可以看一下。 第一个多了 stamina 的省电模式，那有很多记者朋友可能已经试过，已经有发现了。那再来呢，在显示的部分呢，搭载 Sony 的独家的这个 Mobile Bravia Engine 2 的显示技术 ，Optic Contrast 的这个制造技术，让荧幕看起来更逼真、更美丽。在相机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们搭载的是 X4 RS， 这去年8月份 Sony 才刚发表的这个感光元件。那 X4 R 部分呢，这次我们是用在前镜头的部分，在 全球第一支 HDR Video 的手机 Xperia Z。另外呢，它还有一个连拍的功能，有三种不同的速度。在音乐的部分呢，其实 Sony 独家的 Walkman 啦，或是其他的数位音乐技术等的，像 XLOUD、 Clear Audio Plus。在设计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年 2013年 的设计元素 Iconic 的部分，Omni Balance Design。 它搭载的，它有着日本工艺的品质， 7.9mm 的这个机身厚度，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防水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 Xperia Z 的产品介绍的 video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Xperia Z 的荧幕的部分哦。其实 Xperia Z 这是一支5寸的手机哦，它搭载着 1080p Full HD 的荧幕，它有着443 ppi 的高解析度。 另外呢，它搭载 Sony Mobile 独家的这个显示技术，所以呢，在大大提升了这个影像在手机画面上面的效果。另外呢，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，就是新的这个 Optic Contrast 的这个荧幕制造技术，可以减少这个光线的反射，所以让手机的画面看起来更逼真、更美丽。Xperia Z 其实就是要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最棒的观赏的手机的体验。那说到这个拍照的部分。 说到拍照的部分呢，这次 Xperia Z 呢，它搭载的是一颗全新的 X4 RS 的这个感光元件哦。那这个感光元件呢，它其实有着 f/2.2 的光圈， 28mm 的这个焦距哦，所以让消费者可以拍得更轻松，然后拍得更广。那除了在低光源之下呢，它有很好很稳定的表现以外，那其实在背光的环境下，它其实可以拍出非常清晰的 的影片跟照片，也就是所谓的 HDR 的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段 HDR video 的这个部分哦，在这两边都有。那当 HDR 没有开启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背光的主体是看不清楚的。但是透过等一下 HDR 开启之后呢，其实它的荧幕部分的主体的部分会非常的清楚，这就是 HDR video 带给消费者的好处。那当然 HDR video 这个呢，它需要一个非常对光源非常敏锐的一个感光元件。 加上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运算能力，才能做到 HDR video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。那 Xperia Z 呢，刚好都拥有这两个条件，所以它成为全球第一支搭载 HDR video 的智慧型手机。那除了 X4 RS HDR 以外呢，它其实还有一些，它其实这次在 Xperia Z 上面其实多了很多。 拍照的部分的功能，那我这边先挑几个来说。第一个，智慧场景辨识，智慧场景辨识呢，是非常受消费者喜爱的，就是尤其在 Xperia B 上市之后，那这个智慧场景辨识在 Xperia Z 上面呢，它可以搭
搭配辨识到33种不同的场景。对，那另外一个就是连拍的部分哦，连拍的部分我想我分成三点来说。第一个，它有三种不同速度的快门，高速、中速、低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它不限张数的连拍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它中速的时候，它可以存高达900万像素的照片，就是让你可以在任何运动的细节下都拍得非常清晰，帮你记录中生活中每一个细节。再来就是音乐的部分呢，其实这次 Xperia Z 呢，它一样，它有着 Sony 的 Walkman 啦、啊，还有一些数位音乐的技术，包括像 XLOUD 啦、Clear Audio Plus 这种 Sony 数位的独家音响的设计，就是要给消费者一个更完整、更极致的音乐响应。那也随着这个 Xperia Z 这支高阶手机的上市呢，其实我们在里面所搭载的这个耳塞式耳机呢，它也做了一个调整哦。那这是一个比较效能比较好的耳塞式耳机。这个耳塞式耳机呢，其实它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呢，它就是搭载的13.5mm 的这个驱动单体。有这样的驱动单体之后呢，可以让音乐听得更清晰、更明亮。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耳塞的部分呢，它特别采用了这种细胶的设计哦。所以当你透过 Xperia Z 在听音乐的时候呢，Sony Mobile 可以提供你一个听得更丰富、戴得更舒服的一个体验在。在看完了这么多强大的功能之后，这支手机还有一个很值得说的，就是这支手机的设计。你设计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 Sony Mobile 在追求的，我们每年至少会推出一个 Iconic Design 的概念。那从前年的 Arc Design 这个弧形曲线的设计，到去年的 Transparent Belt 就是那个透明带设计的，到今年的这个 Omnibalance Design 全平衡的设计概念，让这支手机从任何角度看起来其实它都是对称而且平衡的，是非常时尚的。那搭载了它这支全镜双镜面的这个外观的设计哦，那它的边框是采用这个比较柔软舒适的材质，所以不会摸整只的手机的握感是非常好，加上这支手机的厚度只有 7.9mm， 所以外观来说这支手机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让大家去喜爱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IP57 在有了这么多强大的功能，在有这么漂亮的外观设计之后，它还可以有 IP57 的功能。其实这边要凸显的一个重点就是 Sony Mobile 这个防水手机第一品牌的工业设计的实力，就是深受大家喜爱的部分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介绍的是这个 Connect 的这种东西哦。这个东西其实叫 One Touch。其实刚才Jonathan开场的时候也有说过，这次在 CES 展的时候呢，他是拿手机去跟电视的遥控器去做一个 NFC 的交流，然后把手机的萤幕传送到电视上面去。那这件事情其实对分享喜欢分享的人来说，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也是唯一目前 Only Sony can do 的一件事情。Sony 目前正积极的整合所有周边的 3C 产品，包括电视啊、tablet 等等等等，然后希望透过用手机的方式，快速透过 One Touch 的方式呢，把手机里面的影片啦、相片啦、音乐啦，传送到周边的商品上面去。希望借由这样子快速的分享呢，可以让这个生活是更多彩多姿的。好 ，Xperia Z，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回复一下。刚才讲了这么多，有点多，那我们做个很快回复。Xperia Z 是一支搭载5寸 1080p 萤幕的智慧型手机，那它有的 Mobile Broadband Engine 2的显示效果。那在另外呢，在照相的部分，它有1300万的 SMORS 的感光元件，然后它是全球第一支可以支援 HDR Video 的部分。那它有着 7.9mm 的机身，加上双镜面的设计。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防水。其实在 CES 上面哦，还有另外一支手机叫 Xperia ZL， 那它的产品因为我们设定它是 the most compact 5寸的智慧型手机。那这些手机呢，其实在规格上从萤幕啦、从拍照啦、从音乐啦、从 Connect 等等，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。那
它的设计语言呢，就是荧幕最大化的设计。因为荧幕最大化的设计，像这支Xperia CEO 这支手机呢，它在握感上非常的好握，它是目前我们刚才说，它应该是最好一手掌握操作的五寸大荧幕的智慧型手机。那在这支手机，刚刚有记者问我，这支手机到底防不防水？那这支手机是不防水的，我先跟各位讲一下，以免它写错。好，那刚才我介绍 Xperia Z、Xperia ZL 这两支手机呢，其实就是 The Best of Sony 的 Infinix Marvel。也希望借由各位的报告，可以让更多消费者知道这两支产品的优势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